日媒预测马蛙下周一靠近冲绳时，台湾刚好被暴风圈边缘笼罩，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日方推估后续马蛙直扑日本的可能性升高。从云图上来看，它的对流发展其实是非常的旺盛，而且它的发展其他的整个结构上是非常的对称，所以看得出来马娃台风的强度是非常的强的。那我们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预计它的近中心最大风势是每秒58公尺，那是一个强烈台风，暴风半径的话来到280公里这样的半径。那未来它在最近的一两天之内，它会持续偏西方向移动，在它移动在这一两天之内呢，它的强度上还有可能略微的增强，而且暴风半径呢也有略微增大的这样的趋势。它的移动方向上在礼拜天，也就是28号之前，它的移动方向是比较稳定的偏西的方向上来移动，但是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它会接近巴士海峡之后要开始速度导引气流会变得比较不明显，那速度呢会开始放慢，而且会开始北转。那它北转的时间点跟北转的角度呢，将会影响，将会决定到它距离台湾的距离。那距离台湾的远近呢，就会直接关系到对台湾天气的影响程度。那所以在周末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礼拜天的时候，它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对我们的天气上没有影响，但是要特别注意在我们的台湾附近呢会有长浪的现象。那到了礼拜一之后，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的外围环流，台风逐渐接近，它的外围环流会开始影响台湾地区的天气。那主要影响就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以这样的路径上来看，我们预估呢，可能发海警的时间点有可能会是落在礼拜一。这样的前世路径上来看呢，其实在中心，就是这个区域呢，是中心可能落入的区域，那比较接近台湾的陆地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台风来说，就是说它发布路径的机会也是不排除。在今天呢，跟昨天的早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昨天有一点点华南云带影响北部地区，但今天没有哦。今天各地都是天气晴朗，尤其温度的状况跟昨天相较还会再更热，所以要提醒你几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了。第一个，一大早出门去或者你晚归的话，在清晨的温度是偏凉的，北部地区的温度只有23度。不过到了中午啊，23变32了，有没有看到温度明显的上升？中午是一个偏于炎热的天气，户外活动要补充水分，小心别中暑了。那等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最主要山区的部分容易有点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出现，在高屏山区最容易发生，南投山区零星降雨，北部的山区基本上是天气晴朗。而到了傍晚时刻，看了夕阳西下到海面，好漂亮啊！不过要注意啊，逆光行车要注意啊，因为视线会被阳光给遮挡住。晴朗的好天气可以一直到礼拜天，所以这个周休假期啊，明后天你好好的安排户外活动。不过要注意啊，东部海面的风浪在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要开始逐渐的增大喽。另外，东半部地区到了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开始会有点短暂雨，因为远洋有台风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全球的云图了。云图上先来注意到台风。台风眼清晰可见，暴风半径250公里，强烈台风，中心风速每秒51，未来移动方向朝着西的方向稳定前进，因为最重要它的北边这里是太平洋高压了。不过高压的边缘就差不多到琉球群岛的南边的位置，就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要看它沿着这个路径在走的时候，在礼拜五、今天、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注意哦，它开始要逐渐往北转的时候，如果高压退得快，它北转的角度就会比较提早。那北转角度提早，就距离我们比较远，到1000公里。但是如果说等到了现在的路径前世预报，高压减弱的慢的话，那它就会以比较接近到菲律宾东方的菲律宾海之后再往北转。那当然转到这里以后呢，其实强度的部分减弱，因为在北纬20度这边的海温是比较偏低的。那另外呢，台风的整个路径来说，逐渐北转上来的时候，就要看北转的角度，转的角度比较大一些，过去的时候距离我们还就大概400到500公里。但如果说转的角度比较小一点的话，就大概在400到30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路径了。从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走向先是以稳定的速度朝偏西的方向走。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哦，在这一段的时候，如果高压退了，它就会提前开始往北转。
那如果高压没退，就会照着这条路径偏西走。之后呢，等到了礼拜一到这里，你看没有开转弯喽，速度变更慢喽。到礼拜二，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边到了北纬二十度的这个区块的时候，这边的海温在26度，所以不利于它的发展。停得越久，哎，减弱的越快。所以呢，大约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到礼拜一到礼拜二这一段，就会由强烈变成中度台风，之后呢再加速往偏东北的方向离去。那我们来看一个时间点的地面天气图，就来看到6月1号了。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台风的中心位置已经到接近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这就告诉大家说，当它到了吕宋岛的东北方海面之后，开始往北转之后呢，到下周四就已经逐渐离开。那当然这个角度，如果说高压退得快的话，就北方这个高压退得快的话，相对的台风会再更比较偏向于东边的角度再往北转，之后跟北方的锋面结合上去。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东半部地区有点雨，西半部的旱象仍然持续，因为没有下雨。那天气状况来说，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大家好好出去玩，不过海边的风浪到礼拜天东半部的风浪会开始要增大。那再来就看一下地卫星云图了，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可以看到台风的云系发展来说，主要在它环流结构带上。那台湾上上空呢，最主要在高压的边缘的范围，所以呢，今天的午后山区会有点局部性的塞巴侯出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状况。晚上温度仍然偏凉，白天的外岛地区是舒适，有点热。台湾本岛部分不是热，是闷热到炎热喽，因为31、32、32度。东半部的花莲到台东倒是地形作用的短暂雨，这跟台风没关哦，台风还很远哦，这地形降雨在早晚，所以小叮咛两件事情要提醒：中午热记得户外活动多喝水，下午山区会有点塞巴侯，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